该就是大艺术家所有的帽子，所有的帽子都很重，一巡演就丢海里。我们今天帮主力举帽来，我们把帽子来，你确实丢海里面的那个帽子。我们把它做成翻墙蛋糕。哎，等一下，又喝蛋糕是不是？来，他牛逼！哎，你这场好笨。你那个演唱会里面有没有哪一套是你巡演一结束就想把它烧掉？第一名应该就是大艺术家所有的帽子。所有的帽子都很重，一巡演就丢海里，一巡演完就厦门，丢海边。比较第一名重的就是那个银色女战士，那个很重。我们今天帮主力举帽来，我们把帽子来，你最想丢海里面的那个帽子，我们把它做成翻墙蛋糕。好，这个是瓜牛啊，好，这个是瓜牛啊。哎，等一下，又喝蛋糕是不是？你想要丢海边，对不对？对啊。来，请把大海救出来。来，你看看牛逼。我们风筝丢过去，好不好？看你怎么丢啊！你不要真的丢过去，那就很贵了啊。来，你就做个样子吧啊。来，三二一，摆摊应该会好。哎，那怎么摆？摆摊会不会？好，你会是啊。从此之后，终于你不用再互相纠缠了啊。恭喜九零，掌声鼓励一下！不用再戴帽子啦。来，先把钱先，这可以吃的。好，来，把这个钱放一旁，眼睛干脆机关了。哦，直接插入脑门啊！好的，好，谢谢啊！来，他是功成身退。好，再见，谢谢。的确，这五年感觉遇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同伴，然后在台上，我看到我们的工作同仁都很专业的把你们所有的才能全部贡献在一个努力里头，然后当每一个。歌迷的称赞非常秀，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听九零的人在背后，一次一次不断练习的话，这个秀不会那么成功。所以再一次谢谢所有，今天来参加的都是曾经踏入过这个范围的所有的你们，谢谢你。有很多我们的汗水，还有我们的泪水，然后我希望哪一天再拿起这很臭的 T 恤的时候，可以为你们自己的工作非常的骄傲。然后也希望之后你们出去之后说你们曾经是听九零，然后大家都会对刮目相看。我很期待你们可以做出更多更棒的作品，谢谢。